野球是咱的希望，野球是咱的目标。为了冠军，打拼努力，不怕艰苦，这一切拢是有价值的。开幕！这一球，要打出去了！耶，中华队赢了！真心感动，真爱台湾。下一位是殷琦的，他所介绍的东西呢，通通都在这个冰柜里面哈。OK， 殷琦第一个是草莓派。草莓派哈，我帮你拿草莓派。你知道哪一个？当然了。不是说你要推荐罕见的吗？草莓派还算常见吧。对，可是我觉得它的甜度跟酸味控制的蛮好的，很像冰淇淋。因为通常草莓季的时候，每一家甚至各大饭店都会做这一道料理。嗯。可是我觉得它拿捏的还不错。你先用啊！你先，我们现在是说大胃王先不要讲，品尝一下啊，谢谢啦哈！哎呀，谢谢！我们要见识到美食大师他独特的品味。当然了，我们在这个餐饮界有丰富的词汇，大概有三四十年的老经验啦，对不对？哎，是有个牌子没拿下来。嗯，你把牌子吃下去了。那是开心果，没有了，那个可以吃了。怎么样，大师？你需要吃那么多口才这样感想？纯手工啊！哎，而且它那个草莓很香啊，真的。所以你推荐它的原因是？那一家很多蛮多就是美食家，像徐天妮老师啊，他们都常去。然后我们是觉得他的派啊，还有甜点都做得还不错。像我们女生如果吃的时候会怕胖干嘛的时候，他有时候都会帮你调整。因为我觉得现在市面上很多帮你调整什么意思？调整甜度啊，或者你喜欢。太吃太饱了。真的。不是这个。这样怎么调整？草莓派看起来就很胖啊，真的就很扎实，而且他怎么可能现场立刻就调整？哦，如果是熟客才可以，如果就是很少去的话就比较不行。OK， 好，所以除了这个草莓派之外，哎，他来自哪家店 ？iCoffee。OK， 然后另外你推荐的是伯爵先生吗？伯爵蛋糕跟柠檬派是另外一家。伯爵蛋糕我有点陌生哎，它是。它比较是奶茶的味道吗？不是，它口感比较清爽一点，像这种就会比较浓郁，可能就是等一下。我觉得那个看起来明明就很浓郁，怎么可能清爽？这个你试试看，这也是你推荐的，是同一家店啊。这是什么？对啊，它上面都有放，好可爱哦。它上面有个大象，这个味道比较重，大象的啦。好柠檬哦，嗯，所以我说他们甜点配茶很蛮适合的，就是没有无糖的那个。他没在开玩笑，他就是真的很认真的柠檬糖，对。然后这个里面是什么？巧克力。这好像最像我今天喜欢的味道。真的吗？嗯，它好吃哦。好好吃。这是伯爵蛋糕吗？嗯。我没有吃过哎。所以我觉得它外面围的这一圈是。我觉得应该是那个蛋糕吧，海绵蛋糕。可是它看得出来，它的东西是真的有下功夫，就是很多层不同的东西挤。它外面这一圈是海绵蛋糕。对，我觉得很漂亮啊、嗯！它真的是有奶茶的味道啊，嗯，伯爵茶。那我刚才问你是不是奶茶味道，你还是它主要是不是？它主要是那个伯爵茶跟那个巧克力。我觉得店家调整他的脑子啊。不知道今天很好吃哎，伯爵的这个很好吃，这个是我今天吃到目前最喜欢的味道。嗯，请问那哪一个英文字母呢？最喜欢打兔子？W 啊不对 ，Z 啊不是 ，X 也不是 ，T 都错，要不要参与 ？C 也不对 ，E 也不是 ，H P 都不对，我公布答案，这个英文字母叫做 S， 为什么？因为 S K two 哈 ，S K two，S K two， 怕的呀，好残忍啊！这是一种干嘛打兔子？冷猜谜啦哈！你刚是置入吗？啊没有啊。听说我们节目植入是要罚100多万哎，是要有奖的人。陈太太背着我们去接植入的案子吗？不是啊，你们不要再把这个焦点在这个上面了啊，我们就是
到兔子上面了。现在契入是多少？罚500万啊！那汉典就麻烦你付这个钱了。啊，不是说是100万吗？自己都问过了。所以英奇的三样都介绍了吗？对，两家店。OK， 很好吃，我伯爵蛋糕我觉得很好吃。谢谢，谢谢您，谢谢。阿基师，是下一位啊，下一位啦，连真的啦。哦，啊，连真的可以看到这上面这个，啊，这个有原味跟这个。你最怕的，真的，我刚刚康永哥第一道就开始说对松饼，松饼就是巧克力口味可以沾，它很有原味啦。不是一看到就觉得很饱吗？可是。康永哥，你要知道，它这个比较小一点，而且小，对啊，他为什么要给那么多个啊？抹这个巧克力吗？对，站起来吃。它这个是比利时松饼的话，它就是立吞啊。我已经很饱了，才一口吃这么扎实。好了，你们谁是喜欢窝火的？我真的不要格子松饼，格子松饼，可是你要吃到里面，它有马吉，它吃不到里面，太饱了，还没想到里面崩溃了。我已经到80%了，我怎么再到里面？对，哎，它有一种面包的样子，哎，对，它吃起来是面包的感觉。可是我必须要承认，就是嚼一嚼以后会越来越想吃，哎。对，因为你在吃的时候会视觉的感官会觉得它可能干干涩涩，比较难入口。可是吃了之后，你在嘴巴里面嚼的时候，那湿润度会出来。我有点懂你们女生的感觉了，所以你们就是越吃越入味，然后就聊天的时候就这样不自觉把它吃了。所以它是面包的口感哦。它是面包，可是它有一种面包的香味，是不像我想象中松饼那么。老老实实的感觉，哦，它的 Q 度真的，我觉得男生不会讨厌。你走开！我是你要真上将了，不要再连招，还要吃松饼啊，松饼呢？哈。因为松饼有很多口味，它有甜的、咸的，像这边有鲔鱼跟，我看一下，鲔鱼跟鲑鱼、熏鲑鱼，其他的是不同的甜点，有香蕉巧克力啊，还有榛果巧克力奶油。为什么要给一个人这么多不同味道？不是因为如果我们开始就拿到菜单的时候，你会女生会犹豫说你要点哪一个口味，所以你说它的名字是有一点那个调情的意思吗？这个没有。如果你只想吃两个口味，两个人一起去用餐的话，你可以选左拥右抱。啊，对，先生，您点的松饼来了哈。是什么松饼？啊，这个很丰富，上面有巧克力的松饼哦。啊，冰淇淋。所以这个是很多种，然后这个是两，所有是什么？这个应该是榛果巧克力的。OK。对，它是就是比较适合情侣去用餐。啊，是。所以这跟刚刚那个格子的是来自同一家吗？格子是不同家的，格子来自哪一家？格子是 Dears， 它的店名也是，它是其实是小鹿，可是 Dears 就可以带亲爱的去用餐。所以你说左拥右抱就可以，它只会出现两个，是不是？它会让你选择两个口味做拼起来。然后这个那这个很多种的是叫什么？这个叫做免挣扎，女生就不用挣扎了，看了菜单。冰淇淋吗？挤松饼。免侦查对你们真的好吗？就是你们就会吃很多哎，可是这样就很方便呢，每一种口味都吃得到。可是你们会想要在吃甜的松饼的时候还夹了什么鲔鱼或者鲑鱼的味道吗？会想先吃咸的，再吃甜的，咸的先填饱肚子，然后甜点再吃一点。所以它这个很方便呢，它就不用再点其他餐了，你直接一盘就。所以看起来比较多种是高兴的吗？这个看起来是啊，你就会开心。因为要是全部都是同一种口味会很腻。对。太大，因为刚刚抹茶整个男孩一片绿色，就会觉得呜，就是要跟他拼命的感觉。所以推荐哪一个口味？我想吃像咸的。这个是熏鲑鱼的口味，那个是明太子鲔鱼。好有趣。它的口感就比较不一样。可是我觉得。很好吃。男生是不是会只挖上面，然后不吃松饼的部分？我觉得如果你跟男友去的话，这两个刚好咸的给男生吃。是。女生会包半甜的。所以，你们真的平常会挣扎吗？说要点这个或点？会啊。不会挣扎，先生，你的千层派来了。又是千层。我不知道，我们在最后一个。你又带了一个
被千层派来吗？对，可是你可以尝尝看。你是在跟凯乐拼场吗？迷你派，我不知道他有几层。你这看起来好像也很多层呢。啊，凯乐怎么办？他几层？你还算？拼命看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也是十八，那么强啊！他们会在底下相遇吧？谁是绿色的？真的，你的那个做鬼的情况比较严重，你见绿。所以原来千层派就是只能做十八层吗？大概有一个是上千层吧。大概是有一种技术上的问题，再多的话应该就不好弄了，是不是？这样的高度比较漂亮，而且它最薄，可能你在一个平底锅煎也只能煎到这么薄。所以这来自也是豆点。哦，焦糖很好吃，对，你可以吃看。凯乐摆脱吉野家的包袱，别再用血肉本性。哎呦，你要上黑麦啤酒跳跳雪辣哦，跳跳雪辣哦，跳跳糖雪辣，他很会跳，里面有跳跳糖，那个好玩，啤酒口味的黑麦啤酒，啤酒口味的话，可以给小朋友吃，他会觉得很好玩。没有酒精，所以它黑麦啤酒其实是黑麦汁。他现在吃到跳跳糖的时候，他已经吃不到跳跳糖，他只吃到啤酒。他现在介绍跳跳糖，你就完全没热情。他眼中就是有一种暗淡的被烟熏过。那个跳跳糖，他就是嘴巴。对，